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英晨，也是二月份 L 杂志的封面人物。我情人节其实都非常单纯，就是我不用煮饭，我们大家一起出去吃。哎，不是大家一起，就是我老公跟我一起出去吃。高中、大学时期，自己会手做一些巧克力啦或蛋糕啦，给那时候就是爱慕的学长，但是还没有变成男女朋友。我觉得我算是一个浪漫的人，我会在生活中的很多小细节尽量避免让它变成 routine 那种例行公事，然后每天一成不变。虽然我叫一成，但不会一成不变。我曾经织过围巾，我觉得这还蛮浪漫又实际的，所以超级浪漫。要给你想爱的对象他真正需要的，而不是你想要给他的。当然这两者可以并存，但是绝对不能只是你单方面的觉得对他好。对，觉得要双方都开心的，这才叫爱的付出与给予。没有计划就是最好的计划。对，我觉得今年放空一年好了，那就让生命当中的惊喜可以不在你的计划当中来到。